嗨，大家好，又见面了。今天的节目非常非常的精彩，你想知道吗？哼，等会儿你就明白了。好好欣赏我们的节目吧，一起来看看。首先我要教大家如何用笔尖使卡通达到毛茸茸的效果。你们在画动物的时候，是不是感觉毛茸茸的效果很难表达呢？对，确实很难表达。看看这只小鸡，看起来效果并不好，对吧？因为这只小鸡的线条太硬了。要注意看，我们再画一次。这次呢，我用一点方法把小鸡的轮廓描出来。别担心，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点。对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看看我是怎么做的，就像这样。哦，好，小鸡的轮廓出来了，稍微点一下就行了，然后在每个点之间多点几笔，看到了吗？哎，点在这儿，开始出现毛茸茸的效果了吧？在所有的点之间点上几笔，就像这样，看见了吗？好，感觉是不是更加蓬松了呢？请记住，想要动物有毛茸茸的感觉，千万不要用实线去描外形，我们可以改用点的方法，这样产生的效果很不错。来吧，我们再来画一张。实习兽医吉米正在替猫剪毛，我们先用点把猫的外形描出来，就像这样，画三个圆圈。哦，对，这儿再画一个毛茸茸的大屁股。哦，在这儿呢加上耳朵，效果不错，像这样把轮廓点出来，一直延伸过来，好极了。好，在点之间再加上一些点，轮廓很清楚了，不是吗？别忘了猫的胡子。哈哈哈好极了，毛到处乱飞，我用线条的方法来表示毛茸茸的大猫。这是吉米的客人，是奴迪太太和他的狮子狗帕的，他穿着假毛皮大衣。我现在把轮廓描出来，他穿着假毛皮大衣，一副高傲的样子。看他的轮廓，很好，这件大衣很厚重，所以呢，我画长点，大家看到我画得很仔细，这样效果就出来了。好棒！帕德呢，是一只狮子狗，对，狮子狗，毛比较松软，我要多加几笔，点的越少，质感呢也就越柔软。哦，很棒。但吉米呢，好像是个近视眼，不小心捡到了史努蒂太太的上衣。哦，狮子狗在一旁很高兴，毛飞的到处都是，哈哈，也用点的方法来表示。看这儿，哦，吉米有麻烦了，史努蒂太太大衣上的毛掉的到处都是，要多加几笔，表示毛在飞的效果。哦，很有意思。